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我没有缺席过啊，对啊，太辛苦，都要投票，都没睡啊。刚下飞机，就六点半到，然后就赶回来。身为一个艺人，对不对？这个商人无国籍嘛，艺人无党籍，对。我们尽好我们这个小老百姓应该要尽的责任就 OK。综艺天王吴宗宪今天是身穿帽 T， 戴着帽子来到内湖的一处投拍票所，一大早呢就来排队当第一批投票的人。而他是透露呢，凌晨两点的时候就从马来西亚搭红眼班机回到台湾，而且六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就是从这个自己家里出门来这边排队投票了。他今天心情如何呢？来听他怎么说。关心嘛，对啊，希望一切更好，好不好？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紧张啊？不会啊，这个对啊，要多爱护他们嘛。不管是谁当选，我们就支持谁。这个我由来都是这样。对啊，身为一个艺人，对不对？这个商人无国籍嘛，艺人无党籍。对，我们尽好我们这个小老百姓。应该要尽的责任就 OK 了。好，吴宗宪透露呢，自己完全都没有睡就来到这边投票了，因为非常的参与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他晚一点的时候呢，也会跟家人一起守着这个投票的结果，相当关心这一次的选举。而他也说，其实呼吁身边的人都来投票，不管是谁当选，自己都会尊重的。